今天还是本念第一次跟各位见面，首先恭贺大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我们在这个一年之后，一年之内一切平安自在。请各位翻开经本第39页，这个第四行，39页第四行开始。经文呢，我先念一段。佛告阿难：“尔时伐当比丘说是愿意，以及颂曰：我见朝师愿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我于无量劫不为大士主，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我至成佛道，名胜超十方，究竟犹不闻，誓不成等觉。”那么在去年放假之前，我们把阿弥陀佛在因地，那个时候他是修菩萨道，名字叫伐藏比丘，他在世自在王佛面前呢，发这个48大愿，一共有48条。那48愿呢，在去年讲过去。那么今天开始啊，就是把48愿呢，那么这个有后面有几处机子，这个几处机子啊，就是把48愿总结起来，加强的这个愿力，就是伐藏比丘在说完这个48愿之后，那么再说这些机诵啊，加强他的这个愿力的这么一个意思。48愿呢，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伐藏比丘啊，参考了211亿的佛的国土啊，那就是世自在王佛啊，这个介绍了210亿的那么多的佛的最好的那个国土，也一个国土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一个国土啊，就是3000大千世界。那么有210亿的3000大千世界，他参考了那么多的那个佛的国土啊，凡是所有的那个美好的这个优点呢，他都采取了，然后啊，他建立他一个最理想的一个世界，就是现在的这个在西方呢一个极乐世界。那么他这个极乐世界建筑完成，他就是说用十方世界的众生，只要念他的名号啊，都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呢，他都来亲自来接他到极乐世界去。这48愿的发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大意思在此。我们再要了解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修佛的人呢，一定要修这个念佛法门，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去。
那为什么就不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啊？按照普通说法来学，就在这个地方啊，来了生死成佛，这个也是一不但不学佛的人呢、啊、是这么问的，就是学很多学佛的人都是这样问的，啊，甚至于有一些学唯识宗的人呢、啊，他说劝人家你不如往生到这个到弥勒净土去啊，弥勒净土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啊，那你何必到西方极乐净土呢？都提出这些问题。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讲的非常清楚啊，阿弥陀经里面讲到最后说，我们这个世界什么世界？是无著恶事啊，娑婆世界的就是无著恶事啊。什么是无著恶事呢？我们都是凡夫的心理啊，都是这个迷惑颠倒的，这个成天的在那造业，杀盗淫妄，那个业造的是那个佛经里边讲啊，众生造的这个业，如果有形象的话，有形状的话，虚空都没办法容纳了，可见到我们造的业多少啊，太多太多了。造了这么多的罪业，要想不受苦报，那这个怎么说得通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呢，在我们的娑婆世界啊，生到这个无著恶事的时候，都在这个自己不造业，不造业有共业，个别的业没造有共业，共同的造业。什么叫共同造业呢？这个一场战争的话，要死亡多少人呢？那就是共业。一场这个天灾要死了多少人呢？都是共业。这个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要想了生死啊，这个成佛多么困难呢？别说了生死了，眼面前的这个当前的这个灾难要想免呢，那都是不大容易的。前后啊，那个这个俄国啊，苏俄跟这个车臣呐、啊，那个开战作战，说是死，那报纸上新闻报道上死了多少，实际上死了多少人啊？那谁跟他计算呢？记得清楚那么多啊？那都是现代的那个重武器，一个这个那个。那个大的这个炮弹一个轰就死了多少人，谁来得及跟他一个一个数啊？数不清的。日本的大地震死了多少人呢？这还是这个天灾呢。讲到眼前，你看旅游的那个美国大峡谷啊，也有台湾的游客也死了不少。昨天你看那个台中市一下死了这么多人，多么惨重啊。那这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事情啊，不是啊，这个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你说这些灾难谁这个是特定的某人
才遭遇到的，某人就不会遭遇到，谁敢说这些事这个话？因此呢，这个眼看这个社会上一般人心那么恶劣，这个杀业那么重，我们自己不造业，我们已经修了佛，我们知道这个业造业的可怕，我们可以个别的可以免，不造业自自然然的符合因果。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啊，要离开这个，离开这个环境，大环境啊。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最重要的一，平时呢，在这个保持住平安无事，平安就是福啊，就是福报啊。借着这个佛号啊，我们自己一方面自己提起这个发菩提心，自己能够觉悟；一方面借这个阿弥陀佛这种大的愿力，二力法门嘛，平常能够平安，到临命终的时候啊，能够很顺利的。不要说我们念佛在这个时间能够断惑，能够对一心不乱，那个我们功夫不到啊。只要平时保持平安无事啊，到临命终了很顺利，待业往生，这就是最大的福报了。这个娑婆世界这样的恶劣，修普通法、普通佛法的话，不是不能成就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遥远，来不及，逼得要在这当生求成就啊，赶快脱离这个环境。比如说昨天那个台中市那个火灾呀，那个火灾一个大房子都烧起来，没有四处这个门窗关得紧紧，没有逃生的路啊。就活活那么多人活活烧死了几十个人。那个佛经里边呢就讲三界无碍犹如虎则呀，这个三界最高的这个天上都是在三界，就是统统是三界，这就跟那个火灾的那个大房屋这个烧起来一样的，我们再不出这个火，一火烧的这么厉害，我们再不求出去啊，那自己真是愚蠢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娑婆世界看作是一栋大房屋啊，火已经烧起来了。这火当然是这是比喻啊，实际上这个三界的火灾比那个火灾严重多了，那个火灾烧只是把这个生命现在这一身这个肉体烧死了，我们这个三界的这个火灾啊，六道轮回的来回不停地的那个生生死死，永远不能出去，这可才是惨重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复懂得这个特别法门，就非在这一生往生不可，一定要下定决心。我们就要像这个法藏比丘，他在那个营地啊发了那样的大愿，他都能办到，我们求往生，我们这个还不能办到吗？我们要坚持这个愿力啊，一定能够办得到。这个经文，佛告阿难呢，
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把发愿比丘发的48愿介绍完了之后呢，他就告诉阿难尊者，尔是发愿比丘啊，尔是就是说完了，就是讲发愿比丘发愿把48愿说完了的时候，发愿比丘啊就说自愿已，就把48愿说完了，这个时候一偈颂曰，这个偈就偈颂，那么这个就用下边呢一共有11首偈子来这个等于是结束前面呢48愿的，那么下面就说这个偈颂了。这偈颂呢前面这个3首呢是总结前面48愿，后边呢那个中间那些愿呢，那么就是在加强的增强他自己的愿力，一定要求其啊实现。那么最后这个一首偈子啊，是要请当时的那个佛啊，来做这个证，做这个证明。这个呢，也就叫做松啊，这两个字啊，是有时候通用的。这个偈颂啊，有这叫做重诵。所谓重诵呢，就把前面那个这个意思啊，前面的经文的意思啊，前面经文呢长短句不一样的，那叫长行文。那个再重把这意思重复一遍，用这个整齐的句子啊把它重复一遍，叫做重诵。另一种人叫孤起诵，孤就是孤独的那个孤啊，孤起诵啊，起就是起来的，孤起来的。孤起诵就是不是把前面那个经的意思重复一遍，而是他单独的说出这个意思。那么后面这几首颂啊都是孤起颂。按第一首这个每一首经呢是四句一首，我们看第一首。我见朝世愿，这个我就是发愿比丘自己称呼，他对于这个世自在王佛就说了，我建立这样朝世愿，愿指的就前面那个48愿，这48愿呢，是这个有两层意思，一个这48愿，最主要的意思啊，都是要把10万国土的众生啊，都能这个度化了生死，就超出世间。这是一种大愿。第二个意思呢，不但这个如此啊，你10方世界都有佛，哪一尊佛度化众生都是要超出这个世间，都是要了生死的。可是他这个愿呢，那就是说是特别的。任何释放任何一个世界的众生要求往生到他这个世界里边呢，当生就能成就，其他10方世界的佛法普通法了都办不到。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四十八愿里边呢，这样这个这种大愿呢，可以超出一切佛的这个的因地所发这个大愿。那么他说，我建立这样的超世间的超出一切的这个这种大愿，是无上道啊。这个发了这个愿，这个发当比丘啊，就是了，我既然建立了这个这种超世这种大愿呢，这个愿我一定能够办到，一定要这个到了无上道。无上道就是成佛了。那么这个他发愿之后就修菩萨道，菩萨道啊，修菩萨道呢，一方面自己修持，一方面呢要度化众生，就是自度而又度化众生，你是自性化他的，这样自度又度人呢，一直到什么呢，到了成佛。那么这个到了成佛的时候啊，这个那么极乐世界呀、那就他怎么能够办得到啊？在其他的世界就很难了。其他世界你看呢、这个是不是每一个学佛的众生都能够办得到，都能够成佛呢？那也靠那个佛，哪一尊佛都是非常慈悲的了，总希望把每个众生都能成就啊，了生死能够成佛了。但是学佛的人，众生个人的这个根基不同啊，造的业力不同，不能一致的。所以有很多人修佛了，学开始一修佛呢啊，发心发得很猛烈，结果一个修到若干时候啊，受了社会风气的影响，这个他就变了，心里就转变了啊。或者看看修佛的人呢，原来修佛人呢，修的看看总是有些不如法的地方，他也退心了。所以一并不是说一学佛都有成就啊，那就是十方世界的这个环境都不像极乐世界那样啊。可是极乐世界不是这样，极乐世界一到那个环境一定就能够成就的。所以他是逼之无上道，自己成就，自己成就之后呢，将来在他这个国土里啊，所有的众生凡是到他那个，一定能够当身就能成就。十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十愿就是此愿，就是这个愿，这个愿指的什么呢？就指的他前面发了这个四十八愿。假如说这四十八愿不能够满足，满是圆满，足就是这个十分，就是百分之百的都能够实现了，就足了，一点欠缺都没有。任何一个愿，四十八愿每一个愿都满足了。假如说不如此，不满足的话，这个还有所欠缺的话，誓不成等觉啊，誓就发誓，我发誓呢不成等觉。等觉这个等觉不是等觉菩萨的等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无上正等正觉的简称，因为它是个偈语，一个颂字嘛，
送这个句字句要简，这个等觉就是佛。那么假如这些四十八愿不能够门读的话，我就发誓不成佛。我与无量界不为大施主，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在无量界的时候，要做大施主。假使说我不做大施主的话，不做大施主就不能够普济那些贫苦众生了，那这样我就誓不成等觉，我发誓也就不成佛。第二首颂呢，是讲他在发愿之后还是没有成佛，还是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啊，就佛果来讲，这个是因地，成佛呢就是果地，证了佛果的叫果地，地是地位。那么他是在这个因的这个修佛的这个因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他要这个要发这个愿，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知道有这个到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了啊，我们这一生离开六道到极乐世界也是一生成佛，可是这个是现在啊，我们享福啊，是这样。法藏比丘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法藏比丘那个学佛啊，都是要经过三大欧僧祇劫，他自己是因为学佛要是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他要发这个大愿，要造成一个极乐世界，所以他本身呢必须要经过三大恶僧祇劫来修行。在三大恶僧祇劫修行的时候，修行菩萨道的时候啊，那这个要行菩萨道，你要度化众生啊，度化众生，这么长时间度化众生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众生啊不容易度。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到社会上，你跟一般的人那些人，你跟他讲佛法了。你要看他有没有善根，有善根的话，你一介绍的话，他就相信，他会接受。没有善根的话，你的法讲的再好，他也不相信的，就这么难。但是啊，诸佛都知道，我们现在修佛也从佛经里边也知道，这个佛也好，菩萨也好，度化众生呢，要讲缘分的，要有法缘。你比如说，在座的有很多很多菩萨，都受过菩萨戒，都是菩萨啦。你菩萨，你要跟人家建立法缘呢，有法缘的时候，你讲人家会相信的。这个法缘怎么建立呢？这就是这一条讲的，要做施主。施主是施，是布施，把这个众生所需要的，包括财物啊，其他的一切，你有能力能够布施给他。他接受你这个布施，那你呢就是主人，你是施主。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啊，
他就发这个愿呢，他说我要在无量劫，无量劫是数不清的多少劫多少劫，那是数都数不清的，在这样长远的时间呢，我要做大施主，还不是普通的施主呢，做大施主啊。这个大施主，我们想想我们在做的话，我们现在的还没有那种能力，我们现在只是尽我们的，我们现在有多少能力啊，尽多少能力而已啊。大施主啊，要看看哪些众生需要多少大施主了。人家那个大施主也不是简单的，他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那种大施主。弟子有这个做这个大施主啊，才能够广结法缘，然后来度化的时候才能普度众生。法藏比丘他发这个愿要做大施主，那么他就是愿发了以后啊，他就是一方面修这个智慧，一方面修福报啊，这个福慧双修，这个才能够做这个大施主啊。这个只有慧不修福报啊，那么这个固然是没有办法来这个施舍给人家的，没有这些财物。有福没有慧也不行，有福报家里这个财产很多，你这个施出去吧，你要懂得怎么个施，懂得施的时候啊，你要把有漏的变成无漏的，跟普通的那个慈善事业不一样。普通的慈善事业啊，只是求福报啊，福报享受完了哎，就完了。无漏的的话呢，你在施这个施布施的时候啊，不管你的财物是多是少，哎，布施出去的话，都是建立了法缘了，都是变成这个无漏的。下面这一首这个这个时候这个祖师读下面这个两句啊，普济诸贫苦啊，普是普遍的救济诸贫苦，那个在世间要知道，不但我们这娑婆世界，十方世界哪一个世界啊，贫苦都有的。特别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不要认为现在啊，我们台湾现在这个，大家都富足啊，很富有啊。这种富有啊，实际说起来值不得有什么自豪的。这种富有啊，这个要看懂不懂道理了，懂得道理的时候呢，不造业那就好。
那就孔夫子讲呢，富而好礼。要是不懂道理的人呢，越是富足，他造的业越多啊，那就更不得了了。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啊，他就看呢，无论在什么地方，贫苦的人非常多，贫苦人非常多啊，你要是个救济贫苦啊，不单是某一个人呢、啊、某一家人呢、啊、某一个地区的人呢、啊、他是普遍的，普遍的让他都能够又贫穷啊得到这个救济，使他不能够贫，不能够不会受到贫穷的这个这种痛苦。这是发着这个大愿，这个大愿你像普通人能够办得到吗？普通人就是做国家的一个古时候做这个大皇帝，他也办不到。尧舜其有病诸，就是古代的这个做这个尧舜的那样这个圣人的皇帝，他想每一个人都能够那样贫苦，都还不容易办得到呢。所以这个由此看呢，他这个大施主啊，那真正是一个是福慧双修，富有大福报不可以。这在这个佛法讲的什么时候啊，要这个像这个转轮圣王在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一般这个民众啊，富足人寿也很长，那才啊不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么现在的话，哪个时间都是非常贫苦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话，我们想看呢、啊，不学净土法门啊，要想在这个娑婆世界来求了生死啊，不说别的了，就这个贫苦就受不了了。现在虽然是感觉到是一切没什么贫苦啊，一转世之后究竟到什么境况，未来是什么情况，谁敢保证啊？我知成佛道，名胜超十方啊！究竟于不闻，事不成等觉。这是呢，前面那两首呢，是讲这个因地，因地怎么样修持，怎么样这个跟众生结法缘，要修福报。这一首呢，就是成了佛，成了佛以后不算完了，成了佛还要继续。永久没有停止的，永久不休息啊。那么他要更要普度众生了，普度众生，你看这就特别了。他说啊，我至成佛道啊，我一直修行修到成了佛啊，佛道这个成这个修这个道啊，成就了就成佛了。成佛之后呢，他跟就一般佛就不一样了，名声超十方啊。这个名，那个时候他发愿的，成佛以后的这个佛的名字，那就是我们现在念的阿弥陀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借着这个声音，念出来的声音呢，传播到十方世界去，超过了十方，超越十方。超越十方怎么样呢？十方世界都要闻到这个名字。假如说究竟有不闻的，如果十方世界众生还有闻不到的话，那么他在这里发愿了，发这个誓愿，誓不成等觉。如果还有闻不到我的名字的话，我发誓我也
不成佛了。这是强调的加强的语气，一定要能够办得到。换句话说，十方世界的众生都能闻到他这个名号。名声，菩萨叫做名闻。名闻呢，名是叫某个人的名，闻呢是别人闻到、听到他的名字。我们世间的这个凡夫众生啊，都是好名的，喜欢把自己名字啊宣扬宣扬，让人家知道。但是这个跟发到弥求发愿这个名声不一样，完全不同。这个发到弥求这个名闻名声啊，它是道德建立起来的。一般凡夫众生好名之徒啊，那些人啊，他是啊不是用自己道德建立起来的，跟人家争名夺利啊，那样的话，那样这个那个名啊不是什么好名。不但不是什么好名，就算是普通好的，那个是古代那些那些帝王，那个当时谁不知道啊，古代那些大皇帝谁不知道啊，当时哪个不知道啊。但是过一阵时候，中国几千年来除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的这名字我们知道以外，其余的那些皇帝，你说考一考大家知道，记得不记得？记不得了。比如说远的了，就是说中华民国从国父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以后，国父自己是做第一位这个临时大总统，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总统让出去了。让出以后，这个袁世凯，袁世凯大家知道名，他的名是臭名声，不是什么好名声。袁世凯以后还有几个总统，大家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这个眼面前这些都不记得了。我们这个求道的话，总得要觉悟这一点。那个名都是虚妄的名，没有什么好处。越是争这个名啊，越是造业。那么这个以道德建立起来这个名啊，那就不是这样了。孔门当中，孔子那是圣人了，谁不知道他呢？孔门当中那些大弟子的贤人，曾子啊，闵子骞是大孝子啊。一提到闵子骞，大家心里就是振奋起来，这个这样的大孝子啊，也大家希望也跟着这个学。这就是道德建立起来的。那么法藏比丘这个名字呢，更不得了，成了佛，阿弥陀佛，这个佛的这个名号，只要是哪一位众生他一听到这个名号，再要发心来一念的话，那就能引发自己的这个内在的这个道德，内心中这个道德，那这个功德那大不得了啊。那么所以他这个我们念佛都知道啊，念念阿弥陀佛的佛号，这个名义什么呢？名义招得，
招就是感召。我们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一念的时候啊，名跟那个德啊是一致的。嗯，名一念阿弥陀佛，这个实际上这个德就感召来了，它有这样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那我们给人家助念的时候，助念的功德怎么讲法呢？那在往生的人他自己呀，身体气力也衰了，甚至有病的这个意识也不大清楚了，尽管他平常知道念佛，到这个时候他提不起来了，旁人在那里助他，帮助他提起这个名号。提起名号就是感召阿弥陀佛来接引的，名义道德这个作用啊。那么但是这个名义道德呢，我们要知道不能够存着侥幸的心理，希望我们呢将来说也有到那个时候啊，有很多人给我助念，这是在台中有这种情况。要是离开台中在远处，甚至到国外到其他地方，哪有自己到命中的时候有人来助念呢？哪有这种福报啊？这个必得要自己平时呢，平时在呀、啊，在这个多修持，正住双修啊，正功夫就在念佛，念这个名号；助功夫呢，就是多的这个培养这个福报，培养福报好处到命中的时候没有那些障碍。就是讲这个名声，所以这种名声有这种的好处，这种力量，这个力量哪来的？就是法藏比丘在因地发的这个大愿呢、啊，十方世界不但我们娑婆世界，十方世界的众生都能听到、闻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洪名。十方世界其他世界我们不知道，我们凡夫众生不了解了，就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当中就看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之内，你看看，无论大陆是台湾这个，你说没有闻到阿弥陀佛的，那太少太少了。不管是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当中，不管是他学普通法门，是学哪一种的这个法门呢，没有不念阿弥陀佛的。这就是名声超十方啊，人人都能闻到这个名，就是他的因地发了这个大愿。那么这个前面这个三首颂啊，是一个总的方面，把前面的这个48愿做一个总结。这个后边呢，就是再详细的分开来讲。分开来讲的时候啊，有的是菩萨行菩萨道，有的是自己修持的，有的呢是要度化众生的，合起来呢就是要赞叹的这个成佛的那种啊，那种这个度化众生的那种功德。那么下面这些偈子都是讲这个。那么下面这个一首啊，就讲自己呀、要应该怎么修，自己怎么个修持啊。我们知道菩萨不管是
这个地位，在什么地位的菩萨啊，逼得要自己啊来修行的，修行有相当的这个能力了啊，他度化众生啊，这才能够啊，这个才有效果的。那么这个时候总是这样，先这个文呢，我先念一遍：离欲生正念，净慧修梵行，至求无上尊，唯诸天人师。那么这一首颂文就讲这个菩萨自己在修行，修行啊要分成这个，我们不能讲你这叫修啊修持啊，怎么叫修持呢？他有内在的在心里用功夫，那么有在这个外表上用功夫，在内心上用功夫叫内修，表现在外面的话叫做外修。先叫内修，内修啊，这个怎么个内修法子呢？那个时候啊，我们现在是念佛了，念佛又修的念佛法门，持名念佛了，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就是发当比丘那个时候，他修持就是离啊，离欲生正念呢、啊。怎么叫个离欲生正念呢？欲就是种种的欲望啊，什么欲望呢？凡是世间所看见那个好看的色啊，种种的色，好听的声音啊，闻到的这个香的气味，吃的那个味道啊，还有身体所接触的这个触觉，色声香味触啊，这些个外面的这个无尘呢、啊哎、我们佛法叫做无尘，尘是不好的东西，尘就尘土，它是污染的。但是呢，凡夫众生不修佛的人呢，都把它当作好东西、哎、都贪求它，对于那些都有一种欲望，这叫无欲。那么这个欲是指自己的内心呢、啊、起了这个欲望啊，欲望所贪恋的、所贪求的，就是外面这个无尘呢、啊、色声香味触无尘呢、啊、那么这个凡是起了这个对于那个无尘起了这个欲望的时候啊，就把它离开，把它打消，那就是这种用功夫啊。不但发藏比丘那用功夫，我们现在凡是讲普通法门的呀，都用这个功夫，就是把这一切的欲念呢，就观这个念头啊，观自己。你这个念头一念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乐在这个那个色声香味触这个上面，眼前的色声香味触不在眼前的话，脑筋的时时刻刻在那儿反应，在那想起来，那叫法尘。这个一起念头起到这个起来的时候，你是用功夫的人呢，就把这个念头这妄念、这欲念，统统把它打消掉，叫离欲。正念呢，这个欲念离开的话，就提起正念。怎么样对这个度化众生啦、啊，对人有好处啊，啊，自己要怎么样的这个求道，这就是正念呢、啊。
就用这个功夫，这是内修的。念这一句净慧修梵行，这叫外修。外修什么呢？什么叫净慧修梵行呢？指的就是啊，净是很清净的，你能够清净的智慧就显示出来了。梵行啊，梵就是也就是清净的这个行为。那么指定我们一个人呢、啊、你要修梵行，使自己这个清净啊，清净就有智慧啊。那么你要保持啊，啊，一个是口业，口不造业，啊，那么这个再呢就身体不造业，啊，再呢就是这个思想叫一呀、啊，啊，第六识的一呀、啊，一里面不造业，身口意呀、啊，三业啊，都要保持清净。口里不要说那些妄语，不能骂人，不要说那些毁谤因果的，那么就口不造业，口业清净。身呢，不杀生、不偷盗等等的这些个啊，就身不造这个恶业。不但如此，我们这个思想，意就是讲这个好懂的话，就是思想啊，我们的思想随时不要恼害众生，哎，不要存着损人利己的这种想法，这个一业清净。三业清净就是啊，净慧修梵行了，显示出来我们这个全身呢、啊，啊，精神的这个啊，物质的都是啊清净的。这之下更容易了。我们就是念持名念佛，持一句名号，这就是三业就清净了啊。内在的话，净念提起来，那个妄念呢，自自然然就消掉了。所以能够持名就是正功夫，再加上诸恶莫作，三业这个都不造业，就是修的就是梵行啊，非常方便。那么这样的话，是这个法藏比丘那时候他就是有那个内外修啊。内外修的目的自求无上尊呢、啊、无上尊就指的成佛了。自在是求心要一定要成佛，成佛不是最终的目的，成佛之后为诸天人师啊，就做天人，做天道的众生的这个师，做人间的师，在六道以这个做六道的代表那么天人师也就是佛，那么这样是普度众生，永久的这样度化众生。一定要把众生，前面那个讲得清楚啊，一定要把众生呢了生死成佛，一同都能够成佛，是这样的大愿。所以一辈多众生啊，必定要讲价众生。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